Hello， 各位，今天呢是这个五五好团结大改版的更新的第一天，4月20号终于改版了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呢，叔叔看了一下那个改版资讯，以及我们团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来去实际战场研究了一下，我们发现呢，这次改版并没有像他字面上所说的这么简单，甚至有些角色，有暗改啊、有暗改。那今天呢，叔叔也要用自己对于游戏的理解来去帮你做分析。那本期影片呢，如果各位喜欢，记得先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啊、然后以及你有什么发现一些可能暗改的东西，也欢迎在叔叔影片下方进行留言。那我们废话多说，马上来看叔叔这一次对于大改版的资讯分析。好了，那首先呢，第一个我们就先来讲挑战者技能。那一样，这一次叔叔都会挑重点来讲，比较不是重点的叔叔就简单带过。那简单带过就代表说这个东西我觉得还好，没差这样子。那首先第一个晕眩呢，它整个就是我只能跟他说再见了，好不好？它变成是一种进攻型的。挑战者技能，就是它原本可以降低范围内的这个敌方输出，那现在变成是什么？就是我想要留住你了，变成是减少敌方的移动速度，然后将它双防，变成是一种进攻的挑战者技能。但是讲真的，这个东西会影响到什么？影响到全坦麦克斯。你在结界场上会看到什么？全坦麦克斯带一个晕眩，对，这个东西是从哪里出来的？越南出来的，他们那时候就是研发了这个东西。我今天看到你一只锦，好，你的锦超级无敌肥，不关我的事。我今天一只麦克斯出全坦，我今天在会战的时候，你要打会战吗？我开个大绝，麦克斯直接顶你，我到你旁边按个晕眩，我可以降低你的输出，你这波会战没有输出了。对，就是这样子，他这个东西。麦克斯晕眩流以前非常非常的强，我们在职业场上看到好几次，但是他现在这样改成这样就是没有办法了。这个全坦的麦克斯晕眩流，我只能跟他说再见，好不好？再见了，他变成一个，我觉得没什么用的一个挑战者技能，只能跟他说拜拜了。然后再来就是狂热啊，狂热我们简单带过，不是重点，重点是风塔。对，我觉得这次风塔改成这样子，会影响到。大后期的阵容，因为你就想哦，他这一次就是把封塔以前只能封锁敌方的塔，让他的塔不能攻击，对不对？那他现在变成是说，我今天除了可以封锁敌方的塔以外，我还可以让自己的建筑物变成无敌，而且是4秒，超久，而且他还可以单次攻击变成2颗子弹。我的天，变成2倍的伤害，然后塔还无敌，你就想现在的塔痛不痛？痛到爆！然后他可以无敌4秒，代表说什么？我一些大后期的射手我可以出来了，因为当你今天你想要塔杀的话，我的辅助位带一个封塔，我封我自己的塔，让我的塔变无敌。你怕跨买？而且我的封塔只要60秒的 CD 哦，一分钟就有一个哦，我觉得。这个东西大家可以考虑一下，会影响到一些大后期的射手。就是我今天，你一大堆那种前期阵，比如说龙马啊、路里昂拉兹，想要干我家今天的大后期射手，我直接一个辅助开过去，放一下封锁，你要让谁来扛这个塔？懂吗？扛不住，这个塔太痛了，而且它还免疫伤害。你想要拔这个塔吗？不可能。所以我觉得会影响到一些大后期的阵容。那再来呢，我们就到什么？魔纹，这一次魔纹呢，其实只改了一个啦，就是爆裂束甲。但是我必须说，这个东西原本就没有人在出，但是这次改完之后，我觉得一些坦克战士可以开始考虑，因为以前的爆裂束甲它上面就写了要叠20层才能触发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20层就是代表说今天一只太阳，还有没有？他看到你带爆裂束甲，好，我一技能，还没爆大绝转过去，你终于要爆了是吗？可是那时候我已经要死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已经受不了了，我的爆裂束甲爆出来，可是他现在改掉了，变4层，直接变1/5，改得非常好哦，改得非常好，这是改了，不然以前这个魔纹是超烂，就是没有人要出，好不好？这次可以越出越好出，感冒用叔叔塔拉可以考虑一些比较属于坦克型的角色，我们有去试过，就是他现在真的很好爆，而且那个回复的血量啊。要求贵啊，超高啊、哦，超高，甚至可以让坦型的斯科德来去做一些尝试啊。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卖个关子好不好？因为这是
叔叔对于一些改版的角色，哎，有一些新的理解。OK， 那魔文呢，大概就先讲到这样，因为只有一个，也没什么好讲的。哈哈，再来就到装备的部分。装备的部分，我跟你讲，这是一个细节，各位请听好了，你不要只看到说什么啊，小黄球日光护符啊变便宜，然后又变烂啊，能量法球变便宜啊，然后爆裂法杖啊变便宜变烂了。恶魔游侠变便宜变烂了，所以法师变烂了，并不是。重点是，来叔叔的理解，重点是它变便宜。就算你魔法工，就是你就想我今天600块可以买到60点魔工，跟我今天500块可以买到50点魔工，那个 CP 值有差吗？没有差，我一样是100块换10点魔工。重点是我装备变便宜了。我装备变便宜了，我今天一支中来，各位有打过中路的，叔叔自己就是一个中路法师会穷不穷？我就问你们穷不穷？我今天一中路的兵线，我知道大家很气，但是没办法，现在 meta 就是这样。我的中路要让我的三人线洗，还要让我的打野洗。有时候我的凯撒甚至过来，给 Lucia 外用 Lobo 啊。我现在那个，我之前有说过。我自己在玩中路的时候，我发现这版的中路跟辅助没什么两样，就是我要到处跑，我要做很多事情，然后我钱又很少。对，现在中路就是这么穷，所以呢，你把这些装备变便宜，对我来说是好事，而且它的 CP 值一样好，你懂为什么？我可以提早出到这些我要的装备，尤其是什么爆裂法杖啊，哦，变便宜了，恶魔微笑变便宜，你就想你现在你当今版本的 Poke 阵容需不需要出这些装备？需要，现在最流行什么？破壳阵、拉兹、莉莉安，对不对？洛里昂，对不对？克里希，哇，改得好！我只能跟你说，这个东西改得好，改得好，就是让你中路法师前期能够把装备做出来。所以官方这次改得好啊！我先帮各位中路玩家发声，好不好？这个真的改得好。那这个巫妖皇冠跟凝霜宝珠就是变贵了，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还好，因为它毕竟是。大后期才会出道的，才会出道的这个叫什么装备？那毕竟我中路法师前期就是必须不停的跑线，不停的跑线。我觉得这两件还行，还行。而且凝霜宝珠我自己带一个魔纹，我就有一颗，前期就用凝霜宝珠了。所以我觉得这次改版以中路位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、哦，是非常好的事情。而且我觉得官方也蛮聪明的，因为他们应该也有看比赛啦，知道说现在 Poke 阵其实非常非常的流行，就是让他们前期能够。把装备给做出来，用最少的钱把那个装备做出来。所以，各位好好考虑一下，我今天测试了一下打野，我觉得有点东西。来，各位，这一只角色好像要说再见了。